非常欢迎弟兄姐妹来参加以斯拉培训网络考古新知。今天来到第13讲，所讲的题目呢，摩萨的9000年聚居点。我们上一期呢已经讲过摩萨了，他就是找到了除了耶路撒冷的圣殿以外，另外一座的圣殿哦。那首先我们来看看那个报道哦，就是说在以色列。 现在呢，就发现史无前例的新石器时代的最大的一个聚居点啊。那么离开耶路撒冷呢，大概西面的5公里，刚好在高速公路的旁边，也就是我们上次所讲的摩萨对右的那一边啊。我们看看这个图啊，我们知道呢，这个路是什么路呢？就是以色列的最重要的第1号的公路。 哦，那么这一边呢，就是往耶路撒冷的；那一边就是往那个特拉维夫的。那么摩萨对修呢，就是在这个位置哦。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说就是有9000年历史的遗迹呢，就是在这边找到。那么因为呢，那个规模很大，而且呢，物质的文化保存得很好，所以呢，是以色列重要的一个史前聚居点的研究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呢，现在还在就是考古的当中，所以呢，我们要期待呢，他找到更多的东西让我们看。首先，在这个时候呢，让我们看一看那个新闻片、新闻报道。 We are situated in Moza. It's excavation conducted on behalf of the Israel Road Company. We uncovered over a hectare of Neolithic architecture, which is pretty impressive in universal terms. We estimate that between 2,000 to 3,000 people were living here simultaneously. What I'm standing between and what I'm walking down right now is an alleyway from 9,000 years ago. Very much like we see towns today separated by alleys between buildings. There are thousands of years before the constructions of the pyramids. What we see in the Neolithic period is that more and more population turn to live in permanent settlements. They migrate less and they deal more and more in agriculture. The material culture in this site very rich. Projectile points they use for hunting. This second plate is representing the harvesting, which was very common in that period. Blade made of obsidian. Origin of the obsidian came from Anatolia, Turkey. Miniature bow made of serpentine material originated from northern Syria, indicate sort of trade with other culture. Bracelets made of limestone. The origin of this material around in Moza area. Figurine from clay represent animal. From stone, either figurine or aliens even. This is a tomb from about 4,000 years ago, where everything else within my area is 10,000 years ago. In this tomb were two individuals, warriors, who were buried together with a dagger and a spearhead. There's also an amazing find, which is a whole donkey, domesticated, that was buried in front of the tomb, probably when they sealed it. We're making three-dimensional models. They document the site entirely, and we will be able to study long after this excavation will end, and all the documentation of this excavation will be accessible to the public. As a prehistorian, it's a once-in-a-lifetime project. People who study the Neolithic period in the Near East are really interested in what's happening here. For sure, this is the largest Neolithic excavation ever in the Levant.好，新闻片我们看完了，我们现在研究一下那个遗迹是怎么样的哦。那么就是来到今天哦，人都是这样想的：犹大地区以前呢都是空的，没有很多人曾经住过的，住在一起的城更没有哦。那如果要那么大的范围的一个城，就只能就在约旦河的对岸，约旦那一边，还有呢。 那个黎凡特，也就是呢那个叙利亚的南边才找到，那相反，刚刚相反，就是现在那一些地方没有找到那么大，反而在这个都认为没有人住那么多的人，几人找到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遗址啊。那么在这里呢，改变人生活经济的活动存在在其中，而且呢，这个地方呢，单单就是在那一个地面下面几十厘米的地方就已经找到了。 所以在这里呢，找到成千成万啊这的工具哦，还有很多珠宝哦，还有呢就是雕像啊、种植的残骸哦，还有其他的文物哦。那由于那么大，他们呢就派了2个考古家负责这一个的项目哦。那一个呢就是叫雅格瓦迪哦，有一个呢就是叫哈勒利哦。那哈勒利怎么说呢？ 他就说，居在这里的地方的人，他们呢就与包括Anatolia， 就是古代的土耳其的人，常常有贸易的文化的交流啊。那而且呢，在Anatolia呢那一边的本来就是发现了那个黑曜石做出来的那个发源地，现在呢在这里呢找到有那一边的东西。 在这边找到很多，那么所以说呢，他们还找到了很多的那一些的打猎了、那个畜牧了，还有农业活动的工具哦，好像这一个是一个石头所做的一个那个手环哦，那么这个呢是比较小的，应该是给那个小孩子的哦。那个黑曜石做出来的那一些的柱子呢，在这边也找到了。 而且呢，另外一个考古家他就说，在这里呢，大概一点到另外一点呢，有约莫8公里哦，就可以容纳呢3000个人住在其中哦。那而且呢，它的面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那个城，比你呢耶路撒冷跟特拉维夫这些现代化的城那么大哦。所以呢，它呢刚好就是在那个主要大道的。 交汇点，农业的好的地方，水源充足的地方，难怪呢有3000人都来住在这里。所以哈莱利呢又说，在这里呢找到的都是显明他们当时在一个呢鼎盛的时期非常辉煌哦，而且他们越来越养那个羊哦，养的非常有进步。 哦，那可能树木多，还有呢，就是用的方法更好。所以在这里呢，除了找到史前的一些的工具，包括了有很多的尖头了、斧头了、粘土了等等，还找到一些大量的那一些斗绿的那个储藏的盆也在其中。那他手中里面呢，就是拿着那一个呢，就是尖头。现在他拿着的是一个环。 好像我们中国人所用的，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个火石的工具，还有呢，可能其他时期的那些铜器的一个的箭头，所以他又说哦，除了工具以外，还有很多的小的雕像哦，也有一些呢用那个土所做的那个牛的雕像，跟石头所做的，所以这个是牛，是在一个坟墓的当中一个陪葬品。 哦，那这个是石头雕出来的哦，是一个人的头哦，所以另外一个考古家雅格瓦利就说，在这边呢，比那个间接塔更早几千年啊，已经有存在。当时人本来就是打猎，住来住去，走来走去，现在呢，越来越呢住在同一个地方，作为永久的一个定居点。 好，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减少了那个迁徙、旅行的比较少了。现在农业的哦，还有呢，就是交易的来往的比较多。那么在这里呢，找到了很大型的那个建筑物哦，有房间了啊，公共的设施了哦，可能有礼拜宗教用途的地方了，还有呢一些小的路。 就在房子跟房子的中间哦，那所以呢，他也说还有呢一个很特别一个坟墓有个人就是安葬在那边，但是在他的前面，整头那个驴啊都安葬，是个陪葬品啊，陪着它的主人未来。 在未来的世界呢，哎呀，就是帮忙他走路不用那么辛苦。好，这个呢是国家地理杂志提供出来的史前的一些有人住的古代的城哦，包括了在迦南地哦，就是在土耳其，还有呢就是米索波大米的。所以这些重要的城呢，我就放在大部分在这个图表的上面。 那在这个时间线的当中，有几件呢是重要圣经历史的事，就是有关亚伯拉罕抵达这个迦南，我们接受呢就是主前2090年啊。那么以色列人下埃及就是在1876年啊。那么今天我们提到这一个的摩萨的，就是主前7000年的聚居点。 也就是离开现在呢有9000年了，这三个是主要跟今天有关系的题目。那但是呢，就是耶利哥的聚居的人几时开始呢？大概就是在主前8500年，哎，但是也有一些人说8000年而已，有些说不是的，7500年主前。无论如何，大概就是这个年份，因为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算法啊。 那么，但是呢，在这个时间线的下面，我们就放了一些重要有关系，让我们了解当时的背景的，包括了文字的发明，我们之前讲过了，主前3200年。那么还有呢，我们记得呢，在那一个考古新知也提到了一个有关新的石骸古卷的发现，里面就是在那个恐怖的洞穴里面找到一个呢。 8500年的偏极南，也跟这一个的耶利哥8500年时间一样，但是一个呢，就是在那一个的约旦河谷，一个呢，也就是在死海的旁边。那么除了以外呢，还有呢，就是农业的起源。什么叫农业的起源呢？就是从一些野生的那一些的，就是种子啊。 那么怎么样变成就是培育能够种出来的那些农业呢？这个就是说9000年开始就是有了。那么有一些人说，哎，我们的比较迟，什么植物又比较后，但是大概就是在这一年。那么这一年份的当中以后呢，也有很多动物，有野的动物呢变成纯化的，家里面所养的。 包括猪了、狗了、羊了等等啊。那么除了以外呢，还有那个陶器呢，就是在主前5500年啊。那还有呢，就是那个铜融化呢，就是在主前5000年啊。那么在这一些的以外呢，那我们在这几个礼拜所讲的那个埃及古代的埃及古王国呢，也就是在主前2920年啊。 那么另外一条线呢，就是讲到中东，还有呢就是那一个的Anatolia，就是古代的土耳其哈。那么我们说最古老的城，那么他们都说了，最古老的城就是以利，这个以利的城，也就是雅各那一些苏米那一个部分。那么最早的就是在主前4500年，早不早啊？哎呀，很早了，比那个亚伯拉罕。 抵达迦南，比那一个的埃及古王国更早，但是呢，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个摩萨的聚居点，有房子，有那么多的用具，已经在主前8500年存在在这个世界当中。那么，但是呢，在那一个的安纳托利亚有更早的，有一个呢，我们都认识的。 就是叫沙塔乌基克啊，那么它呢，就是主前7500年，当时呢已经存在了。那么前几年呢，就是中国举行的世界博览会啊，那么当时呢，也就是呢，就是讲到了每个国家有一些代表的东西放在那一边，那土耳其放什么呢？哎，就把他们的沙特乌兹克的那个房子的等等的墙壁的画都放在其中。那所以呢，这个呢，土耳其人就觉得这个是我们最古老的。但是后来呢，发生更古老的，包括什么呢？包括了一个叫内瓦拉处理，这个是主前9600年，包括了那个哥贝克山修，这个呢，他们说是找到世界最古老的神庙。那么还有呢，还有一个城就是叫查雅魂，这个是7200年，这一些呢都是动物，就是纯化的所在。那么你问我了，哎呀，蔡牧师，这个地方你有去过吗？我告诉你了，这些除了以利以外，我都去过。记得有一年我参加一个考古的讲座，讲员呢是一个哈佛大学的那个史前的一个专家啊。那这个博士呢就说，照他所研究哦，挪亚方舟跟洪水呢，应该是在哦主前13100到9600年。中间，哇！当他这样讲的话，哇，我几乎不能接受，因为呢，我们都认识哦。如果我们根据那个家谱记载的话，那么应该就是在主前2340多年，那个就是挪亚方舟的年代。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放在这里呢，真是不通。于是呢，我就按照他所讲的那个年份。我就跑到亚拉列山附近一带，自己一个人去了10多天，单单去看那个史前的文明。那我去过呢那个查雅文啊，查雅文呢就是那个神话动物的所在啊。我自己去过一次，后来再去，我也带了其他的学生也去参观，我也带了那个航拍队也在那边拍过。那我也到过那个沙特乌兹克，对，它是很古老的，但是呢。它虽然古老，但是有更古老的，那就是那个内瓦赖处理啊。那我到那边的时候呢，那些人带我去，指着那个水边，我说那个城在哪里啊？它都在水底下。我说为什么啊？因为呢，土耳其要建那个水坝，结果呢就把所有的东西都移到博物馆。你去博物馆看到，但是在那边呢就看不到。但是呢，我也去过呢，那个哥贝克山丘，它就是历史当中第一个的神庙。当那个公布有这个神庙的发现，同一个月我就已经飞到那边就研究了。所以这一些呢，都是我曾经去过。哎呀，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这个年表的话，以前我们说那个挪亚方舟洪水大概。就是在这里，那前面的东西怎么样？那于是呢，就有人说：“哎，因为呢，不是那一个普西洪水吗？你们如果赞成整个世界都是洪水盖过的话，是不可能。那但是圣经如果研究那个字，那个是整个世界的，而且整个世界就是给谁盖过，这个是。”肯定的哦，而且呢，如果真的是存在的话，应该那个洪水呢，都在你所看到这一些事前，有没有可能呢？哎呀，我这个礼拜呢，就是讲到这里，我下个礼拜呢还要讲这一个，但是呢，我们讲到呢普西洪水呢，也讲到那个整个世界都是曾经有洪水呢。哎呀，我就请了。一个的地质学跟地理学的专家，他跟我一同讲，那他会讲到呢，当他研究的时候发现呢，整个世界都给那个水盖过，所以呢，他是接受呢普西洪水的。所以如果你要听这一个的话，我们下一个礼拜就会讲到这一个。考古新知就是要把最新的考古的资讯告诉你。如果你不用错过每一期的话，请你可以订阅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如果你要看我有关考古的书的话，可以在网络订阅我的考古系列。如果你有兴趣观看更多圣经背景研究的视频或者是课程，可以到以斯拉培训网络的网上学习平台。如果你在场参加实地考察的圣经有关系的地方，无论是以色列、埃及、希腊、土耳其等等，可以考虑参加由以斯拉培训网络主办的百般体验游学团。